最高法院院长钱国成今天下午在一项记者会上说，最高法院是审理民刑案件的终审级最高司法机关，直接关系着人民生命财产的权益，因此对每一个案件的判决必须慎重而公正。过去最高法院一直使用书面作业，但是遇到需要言辞辩论的特殊案件的时候往往很不方便。经过研究筹划，最高法院已经设置了辩论庭，并且将在本月28号正式开庭审理第一个案件。最高法院法庭设在司法大厦的4楼，庭内设有5个推事席以及原告、被告席、律师席和160个旁听席，室内光线充足，铺设有地毯和空气调节，气氛朴素而庄严。最高法院院长钱国成接受了记者的访问。我国开始制造电子显字表前后不过3年光景，目前制造厂商大约有20多家，经济部工业局也从去年起把它列为我国的重要工业产品项目。据统计，台湾去年全年电子表产量达到了676万只，比前一年成长率超过7倍，其中外销平均达90%，地区包括美欧各国。目前电子显字表比较专门性的零组件，如机体电路、显字器、石英晶体，大部分依赖进口，其他的表壳、表带、电容器和印刷电路板都可以自制生产。去年底，工业技术院电子工业中心开始生产机体电路晶片，将来国内电子表工业如在产品品质稳定性以及使用的持久性上再加强，前途大有可为。本台记者周平在台北报道。目前工业技术研究中心嘛，只是据我所知道的，只是在机体电路方面呢有比较这个进一步的这个对我们的支持。那么可以说，那位工业技术研究院的同仁们对我们联络方面做得挺不错，那么也跟我们经常有接触。目前所做的机体电路呢，我想台湾应该可以用一部分，不过还希望他们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啊，再往前多做一点比较更新型的了，更合乎各方面的比较怎么讲法，比较更复杂一点的东西出来，我想可以更适合现在的各方面的需要。那么拓展外销方面您有没有什么困难？拓展外销呢，目前客户是很多，那么买去的地区也相当大。那一方面讲起来呢，还是希望这个政府方面给我们多方面的协助，给我们多方面的支持了，使得我们在拓展外销方面能够更方便一点，也许可以做得更顺一点了。您看台湾电子表工业的前途如何？我认为一个业者的立场来讲呢，台湾电子表的前途是应该是有的，可是希望我们大家同业呢，顶要紧的是在品质方面是尽量的要做得好了，那么在形式方面呢，大家在尽量的研究啊，做得更也许更适合国外客户的胃口了，那么反正总是要往好的方面走了，前途是一定有的了。
马祖的诞辰是在农历3月23号。相传在古时候，北港马祖庙在马祖诞辰之前必须前往福建的梅州谒祖，在农历的3月19号返抵北港，而举行马祖神举绕境出巡。今天虽然因为台风的关系天气阴沉并且下着雨，但是虔诚的善男信女仍然涌到北港镇观看这一年一度的大游行。不绝于耳的鞭炮声和长达2公里的游行队伍，加上围观的人群，使得北港镇平添了无限的热闹。